一些歌曲是，我平常在外面表演可能会唱到的一些歌曲。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呢，我不知道女主角有没有在现场，但是男主角有在现场。这首歌，叫做《来嘛木木》，有人听过这首歌吗？有哦。啊，这首歌是我在，也是差不多在七八年前吧，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写的一首歌，主要是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是给我母母跟我阿公带大的这样，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想家的小朋友这样，然后所以在外面念书，时不时就会往台东跑，然后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老人家这样，然后这首歌《来嘛母母》其实是要写给我母母的一首歌，对，他现在母母来吗？有吗？好 ，OK。他现在应该在看八点档吧？我在想，应该在家里看八点档。对，好，那这首歌除了送给你们，也送给你们心里面最思念的那个人，也送给我现在远在台东建和的木木。这首歌来吗，木木。
家来帮木木。相信你们的尖叫声，他应该有听到哈。好，啊，接着下来的下一首，哇，隔壁是蛮热闹的。好，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呢，因为很多人其实听我的歌，大部分收到的蛮多，回馈大部分都是可能是一些失恋的歌曲啊，或者是心情不好，或者是把一个自己关在房间的时候听的，对，然后我也是故意都是这样写歌的，对，然后但是我还是有写一些比较开心的歌，像刚刚那首歌《来猫木木》，对，因为我觉得好事坏事都可以有它开心的方向去来解释你所遇到的事情啊。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呢，他也是在讲述一些失恋的歌，对，这个歌叫做《一个人走走》，对，有人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有一个人来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好啊，你们等一下自己互相留line哈，就是去旁边当朋友这样。那这首歌比较轻快的，所以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愉快的心情，不论你今天是一个人来，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来，都希望来看这场演出能够带给你们一点什么。一个人走走，送给你们。吹着口哨，风儿轻吹我脸庞，小狗在我身旁，好像听懂我在唱，这种感觉好像从什么都不遇上。没有你的日子，生活有点不一样，一个人的葬礼，一个人的双人床，不知不觉走到了一次约会的地方，就是换我一个人，你不在身旁。我一个人走走，走过那些你曾抱着我的腰的稻田，走走在那里呢，一直寂寞拖车的海岸线，走走有点想念打发冰淇淋的肯丁大街，走走一个人走，需要再去想念。我一个人走走，我陪着吉他穿梭在没有人的马路上，嘴巴吹着口哨，那风儿轻吹我脸庞，小狗在我身旁，好像听懂我在唱，这种感觉好轻松，什么都不用想。没有你的日子，生活有点不一样，一个人的早点，一个人的双人床，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约会的地方，只是换我一个人，你不在身旁。我一个人走走，走过那些你曾抱着我的腰的稻田，走走在那里面，一直骑摩托车的海岸线，走走有点想念打翻冰淇淋的肯丁大街，走走一个人走，不需要再去想念。我一个人走走，不回头，想起所有过去，走走，别难过，把所有放下，然后抬头过自己的生活。我一个人走走，走过那些你曾抱着我的腰的稻田，走走，再慢一点，骑着摩托车的海岸线，走走，有点想念。打翻冰淇淋的肯丁大街，走走，一个人走。
一个人走走，谢谢大家。